自作多情，枉自劳累。啊，我们每个人来到人间，小时候是懵懂无知的啊，哎，但是小孩呢，他那种自我啊、自私的那一面就啊，逐渐的就表现出来。为了保护自我呢，小孩子通常就是哭闹啊，嗯，有很强的依赖性。那慢慢的长大了呢，人就变得欲望越来越多。 那么这种内心的这种贪欲啊，那么导致身心的这个不净啊，我们的肉体呢啊，有动物性的那一面，就叫不净是苦的，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痛苦，然后呢也是刹那生灭的啊，那我们这个无取无我的，像幻影一样的。 我们把这个无取运错认是自己，嗯、呃，而且都认为自己是最重要的啊，洁净的、高贵的、尊严的啊。我们生而为人呢，那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是吧？比那个动物呢，我们好像高贵一点。比起天人来说，啊，我们又很低劣。嗯、啊，天上的人看我们呢，就觉得我们又脏又丑啊，跟猴子似的。 嗯，我们自己觉得还挺好，呃，有些人有洁癖是吧？哎，觉得很干净，嗯、呃，有些人觉得自己很高贵，啊、呃，觉得自己很有尊严，啊、呃，这样的人呢，可能上辈子是天上待过，然后掉下来了，但是这种习气还在，那、呃、然后呢，为了生活、地位，就开始，嗯，不停的去做事情。 那么这一生呢，几十年呢，这样子去奋斗啊，去拼搏呀、啊，为了生存啊，这样一错就是几十年过去了，然后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，那这样一错再错啊，就无量生，无量生就是轮回了，啊，从一开始就搞错了，就是我们像个赝品啊。 收藏者不知它是假的，以为是真的古董。从得到那天开始呢，天天保养它、擦拭它、保护它、展示它。为了甚，为了保护它呢，跟人搏斗，差点丢了性命。后来别人告诉他这是一文不值的赝品的时候，他才觉悟到这一切都是自作多情、枉自劳累。我们凡夫一生所做的事情呢，就像这样，完全是枉做的、颠倒的。啊，我们做的时候都非常的努力。 我记得小时候，哎呀，那读书真的很辛苦啊！为了能考上一个大学，哎呀，十年寒窗，嗯，读下来也没什么意义啊！到现在有啥用呢、啊啊？很多人他上了大学以后，觉得受不了压力，就跳楼自杀了，嗯、啊，好多人工作没多久了，又坐牢了，是、啊、吧？哎、啊，有些人刚刚读完书，哦，得了癌症，啊，或者得了什么重病，啊，或出了车祸。 啊，或者变成了残疾。哎呀，人生就是太无常啊！嗯、哎，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呢读个书，出来也没有什么用。现在你看，现在读个书出来有啥用啊？啊，大家还都往这个路上去赶啊！所有的家长啊，天天逼着孩子读书。那读出来以后呢，有什么用呢？有几个有用的呀？啊，一百个找不到几个有用的啊！大部分都是把青春呐、啊，还有辛苦的钱呐、啊，都。 扔掉了，浪费掉了。我听说这个德国人他不这样子，德国的这个人他们读书啊，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学技术啊，每个人掌握一门技术，他不会像中国人一样，都去读高中、读大学，好像都想当科学家，好像都是往教授、科学家那个方向培养，但最后下来没几个，是吧？大部分人都是读书的啊，废物，嗯、呃，也很辛苦。然后呢，到大学毕业以后呢，就一无是处。 啊，没有什么用啊，就是你干什么都不会啊，高不成低不就，这样的人到处都是啊。呃，很多大学生其实这个所谓的能工作能力，其实都是上班以后重新学的啊，重新开始学习啊。如果早一点去的话，那不是节省了很多年的时间吗？中国人也是很啊，活得很累的，跟日本还有个日本人啊，这两个民族都是这差不多。 现在人类呢，这福报越来越浅，人越来越自私，嗯，智商又越来越低，啊，但是人类又自以为智商越来越高，这是最麻烦的事啊。其实智商越来越低了。那过去的人呢、啊，真的是通天之地的人很多的啊。现在呢，就是那学了几个科学知识，就以为自己啥都知道，其实很幼稚的。 那我们的凡夫的一生啊，所做呀，就是啊，颠倒啊，枉费心机啊。比如一个女人不知道自身是夜报生，不管是男人女人都一样，夜报生。啊，这个夜报生是苦的、不净的、刹那无常的，像泡沫一样，百病的巢穴，行动的厕所。 这个女人呢，把这个这样的身体呢，认为是这个很好看的，整天很骄傲的样子，啊，从小到大呢，每天为这个身体费尽心思，啊，给她罩上漂亮的衣服，在这个骷髅上抹眉、涂口红，用香水盖住身体的臭味儿，把这个骷髅装扮的尽可能美丽。她认为这个就是我，希望我好看，所以想方设法的美容。 啊，现在不是美容了，现在整容啊，把鼻子垫高一点，颧骨啊高的人呢把它削到一点骨头啊，嗯，然、啊、后把下巴弄尖一点是吧？啊，有些人个子矮的人就把这个腿锯断了接一点上去啊。那有这样的人呢，真的这个不是假的哈。啊，用漂亮的衣服装饰它，用化妆品美化它，用香水去涂它，为了我不被人看清呢，总是。 赶在潮流的前面，啊，穿的好看，不要被人家看不起，是吧？用的东西呢，虽然很穷，但是还是要面子。为了保持身材，特别注意饮食，凡是会让身体发胖的因素都一点都不沾。啊，看到电视上的明星是怎样的形象呢？姿态呢？语言也有意的模仿，把自己做成那个样。不仅如此。 啊，这个我还要过得舒适，要宽敞的房子，舒适的卧具、电器、小车，伺候他的空调、热水，供养他的美食、饮料。啊，这个他就是这个肉体了啊，还要让他享受声色娱乐，还要有名声、有社会地位、有属于他的事业成就，得到别人的尊重、爱戴。 如果是商人呢，就想办法变成亿万富翁的身，啊，那样是最好了。如果在政界呢，就想办法变成国会议员，啊，总统，是吧？为什么说这都是自寻烦恼呢？因为这一切都是搞错了，完全是笑话。你为的不是自己，啊，这个我就不存在的，而是为的是那个脏的、苦的，像泡沫般刹那生灭、一文不值的东西。 啊，这个身体啊，脏的、苦的，像泡沫般刹那生灭，一文不值，是不是一文不值啊？对吧、啊？你死了一口，一口气不上来，一分钱都卖不出去，是吧？那个羊卖还还卖个好价钱，一文不值啊！当初一念看错啊，错认识自己，把这个肉体啊认为是自己，结果呢，一辈子在这个上面花心思、起种种的烦恼，发起无量的行动来经营它。 这就是问题的根源啊！积极营营啊，一天忙到晚，忙一辈子呢，他就是为了伺候这个身体。我们变成了肉体的奴奴才，啊，这个身体也把它看得特别重啊。但是他一天天老去，谁也挡不住。为什么会老去啊？因为他刹那刹那都在代谢啊，生命都在老去啊。啊，最后呢，就是要老到一定的时候就不行了。啊，他不光。 身体要老啊，这个心也是这样的，越来越不好用了。想一想，这辈子到底为谁忙，为谁累？穿好衣服是为了他，当总统是为了他，连吃一个好苹果也是为了让他享受而吃的。但这一切都错了，错把臭皮囊认成自己了。你说多冤枉！这就叫自作多情，枉自劳苦。 假如你不把这个身体当成自己，这些情和累都没有了。看清了臭皮囊的面目，看清了五蕴的面目，你就开始不为他求了，不为他执着，这样就放开了，烦恼也就没有了。五浊恶事就是由这个根本的错乱变出来的，多啊，严重叫浊，烦恼浊，命浊啊，命浊就是。 这个命运坎坷，啊、呃，死亡的各种因素特别多，还有劫着，劫着就是劫难很多，灾难很多，这就是叫五浊恶事啊。这一点参透了，你会哈哈一笑，原来世上的事是那么荒唐，众生每天忙忙碌碌的求取，费尽心思的经营，都是为了虚假的身体、虚假的我在做，这个我不存在。 世间的一切苦是怎么来的呢？说到底就是从我执来的，由常乐我净的颠倒见，搞出了无量无边的轮回。啊，常乐我净呢，就是执着这个我是常的，是快乐的，啊，有我的，是清净的，啊，那我们就为了这个净字啊，那我们众生呢、啊、就要整天忙，整天洗呀、刷呀啊。 就是啊，把自己的这个房间要搞干净啦、啊，把衣服要搞干净啦、啊，吃的要干净啦、啊，就是这个净啦、啊。为了这个净子，就一天忙到晚。啊，由长乐我净的颠倒见，搞出了无量无边的轮回，世间的一切妄想、一切的行动、一切的悲欢苦乐，都是从虚假中变出来的。啊，为什么是虚假中呢？本来是没有的吗？是吧？本来是没有人呢？ 啊，连地球都没有，啊，本来是虚空啊，太虚空中啊，太虚空就是虚假的，这叫太虚啊，都是从太虚中变出来的啊。本来世界上啥也没有，后来就这些东西都从哪里来的？都是众生的这个这个执着啊，这个业，共业变现的啊，这不是上帝造的，哎，上帝造的那上帝也太差劲了是吧，造这么多人来受苦。 这个人呢，并且越造越越低劣，现在的人越来越低劣了，那是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上辈子造的越多啊，啊，就堕落呀、啊，这辈子就是越来福报下降了，这个苦难就多了，啊，看上去科学技术发达了，其实人类的贪欲增盛了，痛苦增加了，这样的前提错乱啊，这前提错乱，虚妄的世间法有什么必要贪恋执着呢？大家一定要觉悟啊！ 认定有我之后呢，啊，就有了我的，我的房子啦、啊，我的衣服啊，我的尊严啦、啊，我的名誉啊，我的地位啊，我的家人等等，这一整套东西都是围绕我这个中心，而全部成了我的。有了我执和我所执以后，我所执就是我的了啊，我的东西就我所执，嗯、啊，动不动就起烦恼，一点点小事就开始生烦恼了啊。 好的，你就生贪；不好的，你就生嗔恨。别人超过你，你就嫉妒；你想得到，就跟别人竞争。你这一世所有的烦恼都是从这里出来的、啊，所以钱是自寻烦恼啊！世间人的目标方向立错了，的确是枉费了一世的心力啊！人就是因为不认识，才颠倒的在衣食名利两条路上奔波一世啊！没有觉悟啊！ 啊，就是在衣食和名利两条路上奔波一世啊，刹不住车呀，不断地往那个方向奔，在根源上没有看清楚世间法的真相，行为就一直落在错乱的主取中啊，占有中，一次一次的随错乱的惯性运转，而虚度一生呢、啊。啊，时间呢就是这样，像猴子一样，是吧？那个猴子，哎，就到处找食物，然后呢，是吧？那个猎人呢，就把那个东西。 啊、呃，放在那个盒子里面，弄个小洞，那猴子呢，哎、呃，把手伸进去，抓住东西了，哎、呃，但是因为抓住东西，它就拿不出来了，手手出不来了，啊、呃，那猴子呢也不知道撒手，啊、呃，猎人来了，一下就把那猴子套住，啊、呃，那猴子呢，你看，他舍不得撒手啊，啊、呃，我们人类就是这样子的，啊、呃，就不撒手，不撒手就死定了。 我们人类不是跟那个猴子是一样的啊，没有什么区别啊，就是好像觉得自己智商很高，那都是自以为是的。其实你啥都不懂啊，自以为自己很聪明，其实你知道什么呢？世间的真相，你知道多少呢？啊，不知道啊，你也是知道一些表面的事情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世间的真相，人生的真相，你根本就不知道，有几个知道的呢？啊，有几个搞清楚了的呢？ 啊，都是糊里糊涂的，颠倒的，就这样虚度一生。想一想，懂事以后啊，自己是不是一直这样错乱的求取呢？是不是全部都搞错了呢？读书是为了什么呢？就是为了让我出人头地。辛苦工作是为了什么呢？就是为了赚钱啊，嗯，让我过得舒服，有好房，有好车啊，好这好那。 为什么一年三百六十天都歇不下来呢？啊，像原来我们好像听过一个问一个放羊的故事是吧？啊，问他为什么放羊啊？然后他是是为了是为了卖卖羊毛啊？为什么要卖？为了赚钱啊？赚钱是为了什么？为了盖房子。盖房子为了干嘛？盖房子为了娶媳妇。娶媳妇是干什么呀？生娃是吧？生娃干什么？放羊啊。 最后还是生娃干什么放羊，是吧？哎，轮回啊，这就是轮回啊！啊，人呐、啊，来到人间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死也不知道死哪里去，是吧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嘛？不知道，说明你没有智慧啊！有智慧的人要知道自己生从何来，死去何处，啊，最后怎么解决？这个要解决，不解决这个问题，你活的就是跟动物一样。 啊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，也都是为了衣食住行，为了名利奔波。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到哪里去了？那就是为了我和我的才不断的行动。如果不为我和我的，今天就可以停止很多的行动，就会轻松很多。那不为我化妆了，啊，不为我讲究衣食了，不为我看电影电视了，不为我的去费尽心思了，不就歇下来了吗？ 啊，我们歇着，我们可以修行，啊，可以提高自己的智慧，啊，啊，有了智慧以后，才能看清世界，了解世界的真相。哎，人类啊，就是追逐啊，就没有了智慧，智慧越来越差。这样反省就可以知道，过去的生活的确是错乱的，种种的行为都是狂人所为啊，啊，就像疯了一样。再看周遭的人，大家都晕了，整个世界都晕了，这是集体的错乱。 啊，集体造业，集体受报，大家都在拼命的造生死的业，呃，狂的刹不住车，错乱的惯性使得人一辈子都在这条轨道上奔波，啊，难得有回头的机会啊！就像认错了儿子，啊，几十年如一日的爱护他、抚育他、培养他，不惜劳苦，后来发现居然是死敌的儿子，啊，就是那个你的敌人的儿子。 当初在厂房里包错了，这个时候就傻了。先前把他当心肝的宝贝给他吃啊，给他穿啊、送他上学，为他受那么多的辛苦劳累，钱都白做了，是糊涂的行为啊！人类也是这样，反正最后为了这个身体啊，这样那样，到时候发现这个身体根本就是最大的累赘。迷乱的我们，天天在轮回。 每个凡夫都背负着一个重担，叫做粗众生。啊，这个粗众生呢，嗯，它是由种子变出来的，所以叫粗重。把它歇下，就得了大休息了。如果没歇下，就会不断的从中变出无量无边的错乱相。这一切只是一场梦，我们却以为这里有很多的法，它们各自独立存在着。每天一打开门。 就认为外面的世界好精彩，好丰富，然后就迷失在这幻化的光影里面，不断的攀援追逐，像小孩子追肥皂泡一样，从中源源不断的出现各种分别、执直妄动，这就叫轮回。就这样，夜的车轮滚滚向前，夜的洪流奔腾不息，最初的源头只是很细的水流。 但越到下面，水流越粗，最后就成了滚滚洪流。什么叫繁复？普特伽罗我是根本即止的境，从这个根源可以引发出千差万别的妄想妄动，这就构成了繁复的思想，形成了各种意识形态，出现了各种心态、情绪表现、行为。 也出现了无量无数、纷繁复杂的轮回幻境，像梦里的事一样虚无缥缈。《红楼梦说》说一切是太虚幻境，那里标立了红尘中一个个人的故事，而这一切都是虚幻。啊，《红楼梦》啊这本书呢，就是把这个人生呢啊,啊讲的最透了啊。 谁叫《红楼梦》啊，在做梦。我们心里有各种随眠妄见啊，曾经有过或者想过的种子，全部潜伏在十田里面啊。曾经做过的事情呢，你只要做过、想过啊，那么这些夜的痕迹啊，就会变成种子潜伏在这个八十田里面，这就叫随眠。 遇到新一轮的轮回，配合当代的镜缘，就以各种崭新的姿势出现。啊，其实也不是崭新的，都是重复的啊。种子嘛，那种子长出来的东西，还是那原来那个东西，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。其实还是那么一回事、啊。以这样的望见，一切都往我上联系。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一点啊，才懂得怎么回头。 这种望见已渗入了意识的深层，举心动念、开口言谈，处处都是我和我的。这种错乱铺天盖地的蔓延开来，铺天盖地啊，因为处处都是我啊，我这种结合已渗入一切行为、观感、意义建立上，而我们的生活就是他所编织的一个网。 又好像一个以我为根本的软件中心在不断的编程，全都以我开头，然后召集程序，发出一个个指令，支配着我们一个个行为。嗯、呃，执着有个颠倒的我啊，执着一个虚假的我，就是这个我呢，其实不存在啊。那么呢，我们把这个五蕴当成我了，这个五蕴呢？ 就是苦气啊，做一个反轮回的战士。那么现在我们要开始要反省了啊。那既然说了这么多，也就是让我们啊开始觉悟了啊。怎么办呢？要做一个反轮回的战士，这一点不容易认识到啊。这个轮回看不到尽头啊。 嗯、啊，外道无法认识无我的真理。他不知道怎么样子可以反轮回，轮回还可以反吗？啊，其实呢，轮回呢只是个假象啊。你只要认识到无我了，轮回就会熄灭。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基地，什么是轮回的生产公司，哪一位是总经理，他们的操作程序如何啊？ 谁是总经理啊？你们说呀？嗯，第六意识就是总经理，他还不是董事长啊。第六识是比较强大的，他是总经理，他最忙，并且他最精啊。他们的操作程序如何啊？未来的发展如何？我们要成为一名轮回的观察家，看破自己，看破了就能深入魔穴，抓住魔头。 把他的指挥中心全部捣毁，从此以后你就不按那样运转了，哎，你不听他的，擒贼先擒王啊，把魔头给抓住，魔头抓住了以后，总经理就失去了作用了啊，他就没有组织了，嗯，总经理就相当于这个我们说总理嘛啊，总理，哎，他不是老大，他是总的打理，叫总经理啊，简称总理。 魔头呢，就是啊，那就是老大了。他就是潜藏在这个意识的深处，就指挥着我们的一切啊。六个师，从此以后呢，你不按照那个原来的运作模式来运作啊。先把这个魔头抓住，然后，哎，那一切的指令啊，先给它停掉，治好这个妄想病，轮回是一场梦。 佛法要把你从梦中唤醒，所以呢，必须看透自己的错乱，真正明白了才懂得回头啊！啊，不懂就不回头。彻底明白之前，虽然口里在重复，但你的轮回程序会以一种更伪装的方式继续进行。呃、哎，为什么这样呢？就是很多佛教徒啊，虽然说自己信佛。 啊、呃，但是事实上啊，他还在搞轮回的事啊，啊，并且他造了更大的轮回的业，因为他相信因果了嘛，他相信因果了，他就想啊，这个，啊，我要得到更多的东西，我要去做布施，是吧？我要去修福报，然后我就会有更有福报，他的贪心更大啊，他想做人上人，他甚至想升天啊，我要到天上去做天人，是吧？你看他的贪心更大了。 到天上去享福是吧？人间的福享够了没意思了，要往天上去享福啊！你看他的贪欲心更强更大啊！他以为他是个佛教徒，事实上呢，啊，天天跟佛做生意啊，那买几斤水果是吧？然后供一供，然后明天撤下来自己吃了啊！大家分不分还是自己吃啊？ 然后呢？听说个供养三宝有福报，然后就供养出家人。啊，要是这个供养，他还得看得顺眼啊，看不顺眼就不供养。哎，做生意啊，这些到佛门里来做生意的人多得很呐、啊。以这个根本的望见，内在的程序系统就锁定在我上面了。每个人从出生开始，不必人教，自己就认为这是我在见了。 那么这是要反驳啊，我们自己要反省啊。望远镜不是也能见吗？那里没有我。还会说这是我在闻，这个时候就要反驳说录音机也能闻啊，录音机也可以把声音录下来，哪里没有我？又说、啊、是我在说话呀，要反问：真的有我吗？风吹铃响，不是照样出声音吗？ 啊，说那是我在走，啊，就反驳自己哈、啊。河水没有我，不是照样流动吗？啊，还说是我在接触啊，飞沙走石，不是也跟啊树木碰撞吗？再说我我在吃，还有消化、吸收等，但各种化学反应没有我也同样进行。嗯、啊，还说我在做，天地之间多少运作是我在做吗？ 啊、呃，又说我染污染，我清净了，大地没有我也可以有染有净。嗯、呃，像这样，我只是自己附加的东西啊、呃。这个身心现象跟外在事物没有性质的不同，无非是因缘和合的运作。但我们的肢体一小部分呢，然后每天往里塞东西，把它变大。啊、呃，刚开始呢，我们人呢。 就自取一个细胞，然后那个细胞就开始分裂，然后就长出六根来，然后制作这个是我。那你开始什么都不是啊，看啥都没有啊，开始不就自取一个细胞吗？是吧？哎、呃，制作一个细胞是我。哎，那因缘和合运作，在每一个因缘所做的现象上，怎么也得不到施法呀？啊，因为因缘所做的现象上。 它是变幻的啊，时空的任何方分、任何刹那上都没有独立的自性，前世观带而成，啊，因缘的是观带而成的啊，因缘是条件啊，各种条件组合在一起，所以在任何一分上都找不到我，这里没有主宰性，都是因缘的变现，哪里会有我呢？啊，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在变现。 其实因也不有自性，缘也没有自性，啊，都是各种现象，这种现象呢又是互相关待而成的，没有独立的现象，没有独立的个体啊。我们把目前的运生当成我，但这无非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，无非是缘起的念念生灭，没有我。啊，我们的念头啊、思想啊，念念生灭也是缘起的。 没有缘的话也起不了念啊，外界也是如此，我们都判断错误，错把当前的无取运看成我了，把运身上的现象跟其他一切法隔离开来看，啊，制作这个身心上的五蕴，这都是跟我有关的，因此呢，对面前是他，前是所对待的境，由于这种错误的认定，就脱出了法界。 这就是你自己的背叛，因为你的背叛，结果呢，流浪了无数劫。我们呢，我们就是背叛了啊，嗯，上帝也是这么说的，你们人类背叛，然后就失去了真正的自我，失去了真我了，就把这个假我当真我，啊，背叛了，然后就会堕落了。人类因为背叛堕落，因为堕落。 啊，轮回，流浪了无数劫啊，回不到法界中。可怜的孩子，是你自己脱离了母亲，自己昏迷了。但无论你怎么昏迷，怎么漂泊异乡，法住法位，你还是住在法界里，寸步也没有离开。啊，这个基督教的说法就是你还是在上帝的怀抱里面啊，只不过你现在疯了。 迷失了真我啊！把这个虚假的肉体当成我了。由于你当初做了一个错误的指令，认为这个是我，其他都不是，从此就走上了以法界分离的道路，然后把同体所现的一切现象都视为对面啊，在这里分判自他，兴起爱憎，不断的攀援追逐，寻求意义。 这是极大的错误。由于这个错误，我们走上了一条漫漫无有归宿的路，啊，漫漫、啊、长夜啊，漫漫这个路太长了。但是呢，没有归宿的路，这条路走得太漫长，太久远了。这种错乱太深，无处不在。以这种错论，把海水跟海隔离了。这就是轮回生命的真相，啊。 我们这个能够听到这种真理的那种生命是最可贵的啊，是最有福报的人。你看，所有的生命，他们就是这样啊，盲目的。其实没有信仰的人的眼神都是那样子的，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啊，一个生命一样啊。信仰是什么？信仰就是找回真相，因为你现在你迷失了真相，你迷失了啊，错乱了。 所以我们要找回生命的真相，找回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啊！这样的生命就是有意义的，否则的话就是茫然的啊！所有的生命都是在茫然中生老病死啊！现在要回头了，不要继续在虚妄中执迷不悟啦！回头干什么呢？无非是。 还归本有的家啊！我们过去迷失了嘛，啊，现在要回归了，从此不再搞分裂。有了这样的认识后，就要把我见拉掉，把我执除掉，不建立我相。《金刚经》里面破四相就是这个道理啊！最初是一个我相，从中发展出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。 执着有我的实体，从空间上就有对面的人像，以及众多个体的众生像；时间上就有一段一段的受者像。结果就陷在各种妄之中，按错乱的方式轮回不已。啊，现在怎么回来呢？没有别的路，你必须看清我像是错的，以我像观待而成的人像、众生像、受者像钱是错的。 这以后，你应该逐渐的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，再也不认这个无运是我，不把那些看成自己以外的人，不把外面的这个人相啊，不认为这里有各个独立的字体，也不认为真有一段一段的受者相或者生命相，啊。 你处处要记得，不要单单的把这个当成是我，这只是入胎的时候植起了一点父母精血而已。这个神识哈、啊，这个中阴身呢、啊，植起了一点点一个细胞啊。由于后来一直认他是我，我念念跟他缠在一起，使得你对他的执着最深，一直保持这个是我的想法。如果你能把它拉掉。 那么天地同流，万物一体了。啊，把这个我打开，是吧？那么就跟天地同流了。啊，道家里讲天人合一，是吧？哎，你去除我相，你才能跟天人合一。这个天可不是天空的天，啊，这个天代表什么呢？代表空间和时间，时空都在这个天地之间，是吧？啊，也可以说天代表时间，地代表空间，天地。 啊，这个是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的东西啊。现在后面的人很愚痴啊，很无知啊，就认为古代的人很蠢，是吧？那天上哪里有人呢、啊？那个天空都都干干净净的，是不是？他不知道古代的人讲天不是我们现在人说的天空的天啊。古代人讲天啊是代表时空的，代表另外一个时空啊，嗯、呃，在别的时空里面。 叫天啊，古代人讲地也不是仅仅是代表我们现在人讲的土地啊，土地和地不是一个概念啊。古代的地代表生长万物的一个业啊，也代表这个东西，代表众生的共业，是不是啊？啊、呃，凡夫的一切的种子都在这个地里面，所以叫八十田中是吧？田嘛，有田有地才有田的，没地哪来的田呢？ 我们现在最大的错误就是执着这个五蕴为我，因此呢，首先得把这个肉体五蕴看成是他，就说你的心要反观自己的五蕴身，看这个身体不是我的感受，也不是我的感受，啊，看这个想不是我想，看这个实也不是我在分别，啊，没有我在分别这，这这这都五蕴呢，都在运作，都不是我，把它看成是客观的事物。 啊，就像看到一个客观的事物一样啊。那么我们从此以后呢，把这个五运身呢，跟其他的五运身同等对待啊，不分你我，不分自他。那么你的你的决心呢，要脱离你这个五运身啊。我们决心其实无处不在呀，可以脱离这个五蕴的啊，不要害怕。我们的觉照跟这个我执，跟这个五蕴要分离开来。那么呢，你的决心觉照。 看到这个物蕴，就像看到一个其他的生命一样，确实没有我嘛？因为没有我呀，那你就可以客观的关照，强化这种观念，强化这种关照啊、呃，就是客观的观察啊，在自身在这个肉体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没有我，跟我无关啊，就是不是跟我无关，就是根本就没有我啊，身上的这样发生的一切感受也没有我。 不是我在感受，它只是受孕在起作用，那是这个业在轮回的作用。那么，这个心里面所想啊，升起的各种烦恼，都不是我，都没有我，跟面前的一张桌子一样，就像好像在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情一样。不要特别的尊重他、爱护他，你要一反过去的方式，不要总是看到一面镜子就傻呆呆的认为这个是我啊。 所以说，你我执重的人就喜欢照镜子，啊，然后照来照去，是、啊、吧？前看后看，有些人越看越迷恋，啊，他们最喜欢穿一点漂亮的衣服啊，然后再打扮打扮，再看一下啊，哎呀，就是傻呆呆的认为这个是我，想着我一定要美丽啊，要不断的修饰啊，凸显出这个我来，希望自己走在街上呢，啊，都有人呢回头看他。 哎、呃，很多人就这样，在路上回头看别人，自己翻车了啊、呃！凸显出这个我呀，嗯、呃，凡夫呢，就是都希望自己呢最好啊、呃。你在第一念上就错了，之后什么我的美丽、我的光彩等等，全是在错误的基础上包装出来的。那么从今以后呢，那、呃、你要知道无我的真理啊、呃，先要认清楚没有我这个很重要啊。呃 认清楚了没有我？我那么这个无蕴就不是我的。那你觉得哎呀，这个感受痛还是在呀？是啊，是痛啊，但是不是我在痛啊？你要知道，那谁在痛啊？你会问呢，是吧？那你自己打坐就关呗。刚刚是谁在痛？啊，这个就要智慧了。你没有智慧，你师傅跟你讲半天，你都觉得这个根本听不懂，是吧？那明明是我在痛，你说没不是我在痛，是吧？ 对牛弹琴呢、啊、跟对牛弹琴一样，那就没有用了啊。所以说这个讲起来，哎、呃，说容易也很容易，但是没有一定基础的人还真的听不懂。要论是无我的道理没那么简单。好，我们今天学到这里。